快点，你来笑。香肠、花生卷冰淇淋，合体！呀！跟我们完全互换，他们只是想掏招啊！你又撞到了，又撞到！哎呀，练习八遍，我撞了四遍。花生卷冰淇淋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很强，那这一次呢，他就加上了这个香肠，香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尬吗？我来问一下，老板娘是这样尬的？这里，这个很特别。我老板娘，老板娘你好。你还有先卖大肠包小肠哦，有，这叫先花生卷加香。你们家是先卖大肠包小肠开始吗？先卖香肠，先卖香肠啊，那冰箱越来越多。对，花生卷是有加，所以还有加蛋是不是？有加蛋，然后有加酸菜。是哦，还有酸菜，然后就在搭配他们自己原本很强的香肠。哦，那这样会不会很妙哦？因为那是很好吃哦。他们还有葱油饼哎，那葱油饼可以包什么？还可以包鸭肠，哎，这个也比较少见。对啊，鸭肠算宜兰特色哎，是哦，也算强强联手。小心，我猜对了。哎，是哎，是你这样子的方式，剩两个冰淇淋，然后一根香肠。哎，觉得卷起来好大一卷哦。对呀，这个怎么包得起来啊？老板娘，救命啊！老板娘，怎么包？来，我包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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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。老板娘真的可以吗？好啊。哎，真的可以哎，可以，可以啦。有啦。就是要这样子我给你们看那里面画面有多冲突，就是香肠，然后花生糖，然后冰淇淋，它等于用大肠包小肠加，对对，这个真的好冲突啊！应该香肠就是很热热腾腾的，对，真的蛮冲突的。花生卷冰淇淋这件事情，我们已经是你们非常 OK 可以接受，因为它香肠好有弹性哦，而且它的花生酥它也是自己刨的，对，现刨，对，那个花生糖非常非常的香。你还在理解它，对不对？有点冲击。他们有蛋麦，对啊，当然有蛋麦。它的香肠非常好吃，甚至有点像德式香肠的弹性，有点搭。可是我觉得，可是它是一个新世界，因为我只是觉得那个花生糖它不是很甜的那种，花生糖跟香菜跟这个香肠本身是搭的，然后它突然给你一个冰的口感，又热啊又冰，然后你就想说它可以分开吃。结论，下结论，哎，好像可以分开吃。哇，好冰哦！很冰啊！它的香肠是很有名，香肠很好吃，我刚刚一直在讲啊，它的香肠很好吃啊，这个考验到我们的。厨职功力，香菜很有弹性，然后就现场直接烫烤的那个香气很明显，然后配一个花生糖，当做一个你像汉堡有没有？有花生酱，然后香菜是一个点缀嘛，这样吃的时候会有一点腻口，然后来一个冰淇淋啊，直接吃一个冰淇淋，降温多了一个甜味，对，超搭 ，God damn！ 那你下次自己来的时候，你会加在一起还是要分开买？绝对分开买。你可以试试这样，板娘没有受打击的，板娘很开心，因为大家都喜欢，对，因为很好吃啊，因为它的香肠真的好，香肠跟花生糖都非常好吃，对对对对，来来到过新年了啊，哎，过年限定，年到葱油饼鸭鸭掌葱油饼，对，它的鸭掌给好多。是，它的过年限定就是因为它的料实在太 CP 值太高，老板娘说这样子会赔钱，要不要尬个冰淇淋进去？吃？要不要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板娘这个就会怕，这个会怕，会怕会怕哟，哦，对，来，哇，你看。哦，还有加蛋呢。嗯，然后呢，它葱油饼它就好几层哦，那比较厚，而且你知道，依然那三星葱超级香，对，很好吃，要不要加辣？辣椒也是老板娘他们自己炒的。嗯，来鸭掌葱油饼，哇，好多葱，
嗯，好辣，很辣，但很香的，很好吃，非常香，很好吃。它辣是有点炒辣椒的那个的辣味，跟有一点像甜辣酱，因为豆瓣微微的那种甜味，马上直接吃到鸭掌那种腌制烟熏过的那个香气。对，鸭掌吃起来是 Q 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的饼非常非常好吃。它明明是有一个那个厚度在，可是咬下去你不会觉得干的。嗯，如果是过年的话，真的要点。对，我这个饼皮好好吃哦。对，它是外面有那个咸到有点恰恰，那个像焦香，而且真的鸭肉很好吃。嗯，咬下去就会有很多水分，哦，真的好好吃哦。这个超级好吃，我觉得连饼单点我都可以。我是过年的时候。不然刚刚那一趴我们重新来，有香肠，然后跟花生卷冰淇淋。老板娘，花生卷冰，你再帮我做两份好不好？不要有香肠。会不会觉得好奇？这到底哪里两个强？披萨跟高空绳索不同东西。我们这边是，只要你高空绳索有过关，就送你们好吃的窑烤披萨。所以有一个娱乐设施，然后也有同时卖披萨，对，里面很舒服哎。哎，对啊，它住那么森林系，结果我们要进去玩高空滑索。其实外面三十几度，36度，在这边很凉爽，哎，进来很舒服哎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，欢迎。所以你们这边是有已经多久了？这个高空这个流水？哎，我们农场其实开店14年了。哦，14年，然后转型做这个树烧的体验，是在树大了之后，我们这2年才转型。那我们除了可以做空胸的树烧5+2体验之外，还可以做披萨的 DIY， 自己动手做。5+2就5站加另外2站，就是总共7站，总共站。如果说挑战在5分钟之内完成，奖励吃披萨。哇，好赞哦！那除了披萨之外，还可以做原木的一些铅笔 DIY， 以及像旁边的小叶的原木做的小灯，也很可爱。那着装了，好，着装，小袋，手套，安全帽，先放这边。不要，不要啦！如果万一掉下来，嘣！第一棒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你手套要不要戴起来？对，你会不会一拿出手套，你的自信心就没有了？啊，丢脸的！好，好的吧，好，准备，来，开始，计时开始喽！这怎么可能？可以，稳定！哎，真的难呢，方便。等一下，在这个原木，我就先停到5分钟。你在想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风连换的，哎，好长，好长，你讲好长啊！我风连其实很强哎，有吗？我们也可以加速了，练习走路，好球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怕？来，
好刺激哦！这个朵拉，辛苦你了，加油！所以我们一样哦，就是因为装那些绳索要时间多给30秒。挑战开始。好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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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可能1分钟都不到哎，刚刚只有55秒就完成了。这个跟你说哈，就是要稳定，和这个节奏。哦，快哦！威廉哥是不是有在当教练啊？好强哦！到了，哇，有了，已经到一半了。哇，都破半了。哎，光是你这一关走得蛮好的，赞这个很难往前嘞，对啊，哇，太轻松了，可以，可是我想看你玩游戏耶，你说网红，你说网红，不要往前啊，你一直给我出馊主意，好看，哇，来了来了，哇，王国旗飞好快啊，好快啊。来，快点！你是不是紧张？哎呦！哇，来了！到了！完成了！5分钟之内，耶！过关！披萨小姐，加油！来，挑战开始！哎，朵拉，我以为你去清迈已经变强了，怎么回来要打回原形啊？这种仿佛跟我们3年前跟你录影一样感觉。好，哎，我去拿饮料。你好棒。这个我真的是哦，这一关真的是里面最难的，对，那边最难，那边是最难的。他说你的鼓励，加油，哎，这个真的不容易。传导，过来，哎，传掉，没关系，兄弟。抓怎么抓啊？